贵妃，我见到杨贵妃，古代女子仪态大得分。啊，你人恶冤，你又嚟到皇帝先嘅色色完啦。大家睇下，今日劲多淑女姐姐上台前，家姐你要加油啊！Hello， 好耐冇见。本身呢个 channel 咧就已经截埋咗噶啦，因为家姐已经变咗做千与千寻嘅嗰只。不过最近老豆拎住份报纸系咁话，帮家姐参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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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参加啲乜咧？然后佢最近系睇到本报纸登咗个广告，俾大家睇啊！华夏淑女汉服展示大赛。Oh my god！ 认真咩？淑女家姐。不过又唔系嘅，谂谂下，家姐都几似古代嘅一个妃嫔，所以细佬我将再一次喺水深火热之中打救我家姐，将佢变成一个古代大美人。大家记得抹干净啲眼屎，我哋一起见证美人嘅诞生啦 ！Let's go， 阿贵妃。你 channel 50位订阅者好挂住你啊，所以我哋而家帮你报咗名参加一个比赛，你唔好再食嘢，你出嚟磅下磅先。好上磅，哇真心机智，重磅出击，贵妃赢紧啊 ！Hello， 欢迎收睇家姐大改造。首先我哋问下家姐，你知唔知嚟紧会参加一个咩嘅比赛？康复比赛。好像是元宵节的吧？嗱，家姐是知情的，所以我哋成家是绝对冇逼佢参赛的。开始之前，我哋首先要帮家姐化个妆，以免吓亲啲观众先。Let's go！ 我买咗一套明朝时代嘅汉服俾家姐参赛嘅，所以要化翻个明朝时代嘅女子妆容衬翻先得。明朝时代女子嘅妆容重点系要面如凝脂、眼如点漆、眉黛烟青嘅，系唔知系啱乜嘅。唔紧要，我依家就系明朝时代嘅化妆师娘娘，你要相信我。你个废物！长颈椎 ，Oh my god！ 古代嘅女人系咁噶，你食乜嘢？古代嘅眉系要细长弯月形状的翠眉，但系大家睇下家姐条嘢几咁粗大，点搞？来人，同我拎个铲过嚟。啊！好食嘢。呢份咁粗嘅，点解？系咪过期啦？潮湿啫嘛。哇，潮湿你都讲得出，家姐好嘢。最后一步，古代嘅点朱唇，古代美女出场。如果呢个俾除口差个评判，应该系我。即刻入围啊！攞翻个冠军。好，我哋依家帮家姐整埋个头。贵妃。我见到杨贵妃，嘿，嘿，你可以考虑去动漫啊！哇，哇，咁嘅款坏 cosplay， 即系开玩笑啊！失败啦！我已经成功帮家姐进行呢个极限大改造，嚟紧咧1月7日就会系家姐进行呢个初赛嘅日子啦。时间紧迫，今日已经系嚟到1月2日啦，所以只系得翻几日嘅时间，我哋依家要立即进行呢个古代女子仪态大得分 ，Let's go！ 哇，古代女子仪态大得分正式开始，我哋依家有请1号嘅参赛者贵妃娘娘。古代嘅女性其中一个特点就系扎脚，扎脚嘅行路方式应该系咁样嘅。大家准备一齐学嘢啦！美人成啦！打翻嚟，含羞答答。要右手搭住左手，系咪？呢个头呢只脚都系啦，冇错。公子饮茶。公子有荔枝、啊、一笑倾城啊！闭月羞花，冰清玉洁。
娇俏可人。最后呢招真系劲嘢啊！要一齐喊啊哈！啊哈！一二三啊哈！美人莫月，家姐，最后我送一本秘笈俾你，预祝你呢个比赛成功。嗯，拎走咗呢本诗啊！赐教赐教，玉女心经。冇错，我已经将偷睇隔篱屋陈师奶学翻嚟嘅秘技传授晒俾家姐。今次嘅比赛定必万无一失。啊！大家好，话咁快已经嚟到家姐参加初赛嘅日子啦。家姐你咁紧张啊？紧张，唔使惊，你今翻我教你嗰啲做翻一次出嚟就得噶啦。咁我哋而家即刻出翻去黄大仙啦 ，Go Go Go！话跟翻我哋又嚟到黄大仙嘅色色园啦。系啦，我同家姐都系第一次嚟噶咋。家姐，我哋今次嘅目标系乜嘢？决赛。冇错啦，因为入到决赛就有5000蚊嘅奖金，咁样先至可以回到本噶。家姐你要加油啊！要食啊！订阅赞好。开心啲。冰冰啊！啊哈！呢位大哥已经被我哋贵妃所深深咁吸引住啦。安排台面都得嘅。大家睇下，今日劲多淑女姐姐腾空而出，仙气逼人。准备好啦！哇哦，哇，有个贵妃，贵妃样。今次初赛系会有1分钟时间俾人摆 pose 展示所着嗰套汉服嘅，但系咧我现场见到大部分姐姐都喺度跳舞表演咯，成个武林大会咁，搞到家姐睇到即刻怯晒场。家姐你摆下，人哋几劲。好震啊，家姐，你仲记唔记得我教你嗰啲淑女技巧啊？我哋大家一起帮呢个贵妃打气，你有冇信心啊？到你啦，家姐嘅对手有100个淑女姐姐、仙女姐姐，其他女子太纤瘦啦，家姐最有福气，摆一个最淑女嘅姿态嚟睇下，全部都滚。贵妃仲有2分钟就上台比赛啦，我会全程第一时间直击同大家报道贵妃上台嘅英姿。淑女之下，边会甩啊个假发？而家系咁，系咁，唔好再喐啦，兴奋得滞，会跌一出街噶。好，我哋要加油。喺呢个淑女之中，最后上台前，太 man 啊，淑女。准备等待上台嘅家姐，彷徨嘅样子，家姐同个道长倾得几开心。貌似古代四大美人之一嘅贵妃娘娘家姐，虽然已经同家姐进行咗呢个秘密特训，但系见到家姐咁紧张咧，我就知佢摆唔出我教佢嘅必杀技，所以咧我叫佢唔识摆 pose 嗰阵咧，就喺度行礼。你睇下，一鞠，二鞠，我再鞠。我听到隔篱有啲姐姐喺度话：呢个人做咩系咁鞠躬啊？哦呵。古代的礼仪小姐未见过，问你哋服未？哎呀！阿贵妃，贵妃，啱啱有咩感觉咧？唔知做乜，唔知几时完，快啲完！我见你喺台上系狂鞠躬，鞠咗50万嗰啲。好紧张，究竟我做紧啲咩？真系唔稳啊！嗰啲动作冇啲咩意思噶？喺呢度呢个咩事啊？呢个？学下学嘢，哇！今日真系辛苦晒贵妃娘娘啦，我哋而家贵妃要食多几碗饭补下身先得啦。小吉子，初赛嘅结果竟然公布咗啦！咁家姐你入唔入到围啊？唉，我5000蚊奖金啊！不过我哋真系要俾啲掌声家姐。
都唔知佢咁有勇气参赛，虽然系老豆叫嘅，但系家姐肯体验下呢个世界，踏出自己嘅知识圈，真系令人笑怀安慰。各位公子，今日条片就差唔多啦。中意呢条片嘅话，记得赞好、订阅同埋分享出去啊！如果有咩想同贵妃娘娘讲嘅话，可以喺下面留言话俾我哋知噶。follow 埋我哋嘅 Facebook 同埋 IG 就可以睇到更多靓相啦。咁我哋下集再见啦，拜拜！全部同我退下，小吉子，依家。系嘅，娘娘。